哎，我的 brother 在旁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！不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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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，够了，真的够了，走吧！哇！哟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，Auto Smart Days， 我是刘爸，欢迎订阅我们频道的，请记得订阅并且开始分享的小铃铛。哎，follow我们的 IG。OK， 回来，今天呢，我不是来介绍美食哦，今天呢，我来介绍四五的一个新的景点。那它位于哪里呢？它的位置呢，位于这个丽华宝岛，就是进来啊，你会看到一座桥，对不对？那个桥一过转右，那你就会到达我现在的所在位置。其实呢，我自己本身呢，在差不多有二十年以前呢、啊，就是有玩过这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当初是非常非常的火红哦，然后可是它却在那个时候消失了。二十多年后，它又再次的呈现，重点是它是免费的。So, 话不多说，直接跟我进去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现在准备下去玩这个我们所谓的鹅踏床。那其实呢，来到这里啊，跟你们讲哦，一定要先上网预定的。OK， 那想要知道怎么样去预定的话呢，请看我们的 caption。OK， 我们 caption 里面会写。那我今天呢是已经预定好，来体验一下这个感受。Alright， 儿时的回忆就在我的旁边。Oh my god， 好像比我小时候踏的那种更大手哎。好的，这边呢可以玩一些干样哈，你们。哇，这个干样。然后后面呢有一些 jet ski 啊，那些是他们私人的 ，OK， 我们只能够玩这一个跟这一个，所以都必须上网预定 ，OK， 扣分时间才可以。而且你自己来的话，你不可能我引进来的，因为他们会抓的，他们一定会把你抓走。OK， 那这里呢还有一点哦，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啊，因为它这里呢是免费的，然后它是私人的场地来的，所以呢你们必须要遵守他们给你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规则，然后最主要就是安全措施一定要做足。那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他们不负责的 ，OK。So 现在呢我就要。要穿上我的救生衣，为了安全起见。All right， 现在呢，我们准备要上我们的小鸭鸭船。哎，这个真的很可爱一些，我跟你讲。All right， 走，我话不多说，直接上船。不用。Oh my god! Oh my god！ 直接绑上去啊！我会沉掉吗？没有，吓死我！OK， 现在我们已经退出来了哈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真的是很热，是吧？反正我们现在已经不在陆地下了，应该可以把这个口罩脱掉，收起来，收在我的口袋里面。All right， 这样一艘船呢，可以坐四到五个人呐、啊。好嘞，就这样简单的踩，再打开牙，这样有没有？然后调方向，这边有一个方向盘这边，然后我转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转的。Oh my god， 我们最多这边可以骑到多远呢？那个警察局那边差不多出去，不要出到江外面了。哦，不可以出到江外面。这边这次下去呢，我们会到一个警察局那边啊，大概在警察局那边就可以 U turn 回来了。然后呢，毕竟呢，我们在这个小溪上面哈、哦，走，我们安全一定要做足。然后第二就是不要乱丢垃圾，我们要爱护我们的环境。OK。会有鳄鱼吗？鳄鱼，这里其实他们有讲说，嘴巴不要那么坏，就不会有了。真的 ？OK， 我们现在。鳄鱼。哟，帅！其实对，要玩这个也可以免费的，只要有负责人在就 OK， 只要负责人有在，你求他，他就可能呐、啊、会带你出去兜一圈。哎，其实蛮爽的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儿时的回忆了，然后是一个很棒的体验来的。我相信，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啊、小孩子啊，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，所以呢，我希望呢、啊，更多的家长呢，可以带他们的孩子来体验一下大家儿时的回忆。最重要呢，安全第一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将去玩这个盖亚。So let's try it. OK。哎，盖亚只能够一个人哦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不能把我拍怎么办 ？GoPro 有带吗？我哪里 ？GoPro 不是在你那边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带哎，我带相机而已。上了，我有办法。等我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不好意思，就等了，小宝到了。哎，这么快啊？哦，谢你，那个你的钱我已经转账给你了。OK， 好，好，谢你，拜拜，谢你。你看，小宝跑腿就是这么方便哈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是很多人呢、啊、就觉得说，哎，小宝跑腿呢就是送外卖的。其实哈、哦，他们不止送外卖哈、哦，像我现在这个突发状况要送东西，他们也是可以送，只要是他们能够做得到的，他们都可以帮你跑腿，没有问题。他们是小宝跑腿，不是小宝外卖。OK， All right， So 现在呢，接下去我们就去玩我们的盖亚喽。Let's go。Oh my god， 准备好了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很紧张哎，讲真的，比起刚才划那个鸭鸭船哎，鸭鸭船在那里。因为这个盖亚船哦，它是比较靠近水面，非常靠近水面哦，就在旁边哎，感觉好像很刺激。喂，干嘛会有鼠鸭？喂，
托尼妈呀，托尼，托尼，出去！我不能。该亚会比较危险，所以呢更需要注重安全措施。所以这一件 life jacket 一定要穿。All right， 现在呢不错，蛮爽一下，蛮舒服一下，讲真的。Hello， Hi， Yeah， Hello， Yeah， Yeah。哎，我的 brother 在旁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！啊好烟啊！干嘛？安顿，不要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去了。今天的体验呢，就到这里 ，OK？ 今天体验就到这里，不要。终于玩好啦，哇，真的是蛮爽的哈，因为现在是已经是6点多傍晚的时间，然后呢会更加的舒服，不要像我这样傻傻的4点多就来这边一边晒太阳一边玩，真的是没有现在舒服了。现在真的是有没有看到现在的人潮也都是选这个时间来这边玩，其实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呢已经都嫁出去玩了哈，有没有看到，就是这里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啊。然后呢再次声明啊，这边呢就是必须要安全第一，就是要 follow 他们的指示，然后你去穿你的救生衣啊那些。好，第二就是要爱护好环境，第三呢这边毕竟是私人场所来的，然后也是免费的，那大家呢就要保护好他们的设施啦，不要觉得说是免费的就可以去破坏的，不要 please no。 能够在四屋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真的是很棒，这样哦，真的你们可以带你们的家人啊一起来这边体验，一起来这边玩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。然后还有记得来之前一定要预定 OK， 我们会有 list action里面，然后你们要去联络他们先，不好时间才能够来 OK。 今天这一期呢就暂时告一段落啦，手请继续的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赞分享留言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OK， 现在我要补充一点呢，就是有些人啊他们比较怕玩这个盖亚的话，那你们可以选择更稳厚更结实的这个橡皮艇，比较大艘哈，而且呢你可以坐上6个人没有问题，所以一个家庭的话一起玩这个也是蛮适合的，重点是呢也是免费的，后我结实，所以我们不怕，站哪都不怕。